来到了古城马六甲。2005年10月6日，对于2011年十大杰出青年奖的个人成就奖得主蔡志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大日子。在那一天之前，他曾经是潇洒的空服人员，是模特儿，也是正攀上事业高峰的年轻商人。在那一天之后，他所有羡煞旁人的身份都仿佛在一场严重的车祸之中烟消云散了。但是对于蔡志远来说，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终生事业才正要开始。嗨 Leonard， 你好。嗨，不好意思打扰你做运动。不，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你是不是会坚持每一天都要做运动呢？是啊，因为运动对残疾人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今天来访问你的最主要目的呢，是因为我知道你正在进行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是啊，就是想要成立一个叫做 Beyond Rehab Wellness Centre 的一个康复中心。是，可以不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概念，要成立这样的一间康复中心呢？因为我很幸运的有家庭的爱，朋友的支持，不断的鼓励我走出这个，再走出这个社会。然后我主要成立这个康复中心，在要 give hope, bring hope, and share hope， 就是想要为残障人士带来希望，给予希望，还有分享希望，对不对？对。那我可以知道你这个康复中心里面会有哪一些的服务？服务，我们会有轻微的，咱们来做物理治疗，那以前是 exercise maintenance， 我们会教他怎样来处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吗？日常生活，对。我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他们重拾信心，对不对？重拾信心，我们会motivate 他们，motivate 他们，激励他们。所以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个课程是叫做 Back to Work， 对不对？对。那正常人也是可以来，然后脚断他们也要做物理治疗的嘛，所以我们会跟他们 Back to Work。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疗程，他们可以重拾信心，还有重拾能力，回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那现在你们这个计划已经进行到哪里一个程度了？我们已经有一个 developer，发展商来协助我们的。所以你所说的这位发展商给你们哪一些的帮助呢？他们把我那个中心装修起来，然后他会找人来 sponsor 那个机器，那个 equipment。所以他会赞助器材，到时候也会装修你们的店铺。所以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店铺，就是可以拿来当成是中心的，对不对？是的，是的。那现在方不方便，我们直接过去参观一下？好啊，走了，走啊，走。这个两层楼的康复中心，到时候会有哪一些设施？我们将来会有那些站床啊，还有那个脚踏车给那些残疾人士来这边运动他们脚。楼上是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会有几台电脑在楼上，还有楼书给那些残疾人士来看。所以会是一个活动中心这样子的。对。可是有很多残障人士都会是摇着轮椅来的，他们要怎么上楼呢？将来我们这边有一个 lift， 在后面这边一个 lift。所以那里会有一个升降机，这整个地方会打造成一个无障碍空间，对不对？对。所以我知道你除了有这个康复中心的计划之外呢，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要大量的生产由你跟你的父亲去改良的那个站床，对不对？对，没错。我们马来西亚没有人生产这种的站床，他们通常都是进口，对，成本很贵，一台这样子要整15000到20000。所以一个平常人呢，是没有负担不起啊，负担不起啊，对。所以当初你们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你的父亲才会去动手，去想办法做 manual 的，做 manual 的啊 ，manual 就是手动的，人推上来，
能推上一个人，一个人推上一个。所以这个站床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就是你父亲为你改良的一个站床，对不对？对。你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这个站床上面？站床啊？啊。站床我都就要花两个小时。你要两个小时在这站床上面？嗯，因为站就要站半个小时嘛。站要站半个小时，然后吊要吊一个半小时。那个吊跟站两个不同的功能是什么？你吊你是拉你的脊椎，所以你的那个脊椎一粒一粒的、啊，它有 gap 吗？有没有？啊，那个就 enhance 那个血液循环咯。站呢？站是挤压回那个脊椎之间的那个关节，再让它密合回去。对对、哦，那膝盖的那个关节是。挤压回去了，所以刚才是一个是拉伸它，拉伸它，再让它挤压回去。对，这样让我们的 spinal cord 才运动到吗？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烧汗的痕迹，所以这个器材绝对不是买的，应该也是自己做的，对不对？对，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器材在外面是有售卖的吗？外面医院在用呢的那么个线材哥，嗯，二等18000，18000，所以你们也是有计划。去生产这样子的一个器材，对不对？对，我们生产出来肯定卖的比市场比较便宜很多。那你这个运动的功能是什么？Exercise 那个 abdominal muscle。哦，就是运动你的腹肌啊。对。你每一天需要做多少下？1000下。1000下。啊，100拉脚，100 sit up。总共加起来要做1000下。啊，其实你这样子的运动数量比你在车祸之前的是不是更大？当然了，因为你们做十下，我要做100，我要做你们的10倍，才能够看得到那个运动的效果。对。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蔡志远，他乐观、友善，全心全意地投入康复中心的筹备工作中。他的亲身经历，对于那些消极、被动的残障人士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舞。蔡志远在英国出世，在马六甲长大。2001年到2005年之间，他曾经担任过汽车销售员、保险销售员以及直销代理的工作。在车祸发生的当天，他刚刚赴了一场会议，商谈的内容就是价值高达500万令吉的合作项目。很讽刺的是，那一起车祸就有如一记当头棒喝。从此之后，他只能坐在轮椅上，顶着一颗受损的脑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是我看过你的资料，就是发现你真的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那在发生车祸之前，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脑海中是想要发达，追求那个物质上的满足。那当医生就是宣布你在下半辈子可能都需要坐在轮椅上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不能够接受。我那个时候拔掉我那个呼吸的管子，那个喉管，拔掉，我自杀。你有想过要放弃生命？对，我不断的拔掉，好在我妈妈有在，她帮我放回。那时候你是怎么样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那个时候是好彩有父母、我的妈妈的支持，家人的支持，家人的爱，所以他们一直都陪在你身边。对，然后给了你很多的劝告吗？还是什么？对，鼓励，鼓励，那给我的鼓励，就是让你可以继续的面对你接下来的生活。对。那我知道呢，你的曾经也经历过2次心跳停止，就导致你的脑缺氧。那脑部受损对于你过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的讲话的功能，当时我不会讲话，讲话不，口齿不清啊。对，没有人可以明白你说我讲什么的表达。然后我的手指的功能也是失去了，所以你不能够运用你的手指啊。手指会动，可是不会控制，无法控制你的手指，无法控制。所以我要锻炼我的手指，到今天我还在练习，到今天还需要不断的练习。对，不然会忘记。
所以你从说话口齿不清到今天成为了一位激励讲师，然后从你的手指不能够好好的运用到今天可以签署文件，那我相信呢，这一些的进步对于一些残障人士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对不对？车祸以后，蔡志远在家人的鼓励之下，终于坦然地接受了残酷的事实，重新思考生命的可能性。做复健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残障人士身边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是他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他有需要的弱势团体上，以有限的能力为他们献出无限的关怀与爱心。在探访其他的残障人士及病童的过程中，他以分享经验的方式鼓励其他的残障人士，令他们得到重新振作的勇气。渐渐的，他的事迹受到社会人士的关注，纷纷邀请他分享从零开始重新掌握生活步伐的奋斗过程。虽然脑缺氧的伤害令他的记忆力还有说话能力大不如前，但他却用加倍的努力完成了一场又一场的演说，表现更激励人心。I'm very happy,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given this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accomplishment award. I've made it. 由于行动不方便，蔡志远所到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会看见母亲的身影。母亲还为了能全力配合他所出席的每一场活动而决定放弃自己的工作。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打击，蔡志远每一次感到无力时，母亲就会跟他分享其他名人的奋斗史，鼓励他坚强面对。所以在蔡志远重新振作的日子里，母亲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激励讲师，不断地为他打气加油。伯母你好。苏怡你好。Leonard 小时候呢，是不是都比较好动比较好玩的？对呀、他是属于好动好玩的，手脚没有停的。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就是医院通知你说 Leonard 发生车祸的那一个瞬间，要压抑自己的悲伤，然后还要鼓励他振作，你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坦白讲，痛当然是痛啊，那么看到他这样的情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他，就是鼓励他，劝他不要放弃。对，那么既然你到活下来，必定会有用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他所在筹备的这个基金工会，就是我都鼎力的支持。所以你非常支持他想要做的这个康复中心，也是要激发他。如果别人能够的话，你也能够。那么你既然剩下那一张嘴，那么就用那张嘴来开始了。所以他就面对那个镜子，一直在努力的学习。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位激励讲师，也是他自己肯努力的。所以他人生最重要的激励讲师就是伯母你了。好，那个是没办法之下，因为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既然留下来了，都希望他还是可以用到的，就是在社会上，对、对，是有他的扮演一定的角色，对他的角色，对。车祸之后，医生曾经宣布，蔡志远的双手以及胸部以下的部分将全部瘫痪。今天，他凭着自己的毅力，终于可以高举双手向世人证明，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奇迹总是会发生。到了目前为止，他已经在马来西亚创下了不少记录，其中就包括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一位残障模特儿。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下一段，让我们来看看十大杰出青年得主的远大理想。